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man。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的饥饿杀世界啊、哦，差点讲错啊、哦。那老头呢，这个应该是每一集都会出一只新的鲨鱼啊。那其实，越后面的鲨鱼应该会越来越强啊、哦。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哇，种类再多，这应该是红鱼吧？这个哦，后面的鲨鱼哇，鳃越来越大只，我靠！怎么可以有这么多鲨鱼选择啊？反正总而言之，这个不是鱼了吧？这是苍龙了吧 ？Oh my god， 越来越恐怖了。哦，反正总而言之呢，每一集应该都会一只鲨鱼啊、哦。那越后面可能会越难解啊，因为它每一只鲨鱼都有十项成就啊、哦，十项的那个任务啦，不是成就。这十项任务可能后面越来越难。好，所以说呢，这次老头呢要来介绍这一只就是长尾鲨啊，这只长尾鲨呢啊，不知道能力如何，而且这只应该可以拿来撞破之前的那个没有办法撞破的那个鱼骨了吧？我想是应该可以的吧。啊，然后到老头也获得了一些道具，我就稍微把它装了上去。啊，像是啊，这600块没买，生命消耗减1%啊，什么诸如此类的。啊，反正没关系，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啊，我们的关卡啊，有没有？他现在这边有写了任务，使用长尾鲨啊，摧毁 骨头障碍物，太棒了，我们可以去新的区域了啊，而且要找到那个7块化石，可以获得这个锥齿鲨啊，我们又有新的鲨鱼可以搞了，好，太棒了，来吧，哇，老人来了。哦、我们看这只鲨鱼到底多大只啊！咬！哎、哦，可恶！而且啊，老头发现啊，这个游戏啊，其实啊，哦，可以玩很久很久，哦，而且都是非常有技术的，非常的有技术性啊、哦，因为你要去控制你的方向键，以及说你不能被东西弄到哦，然后你必须要一个怎么讲？就是要去想啊，你的血量大概到哪个时候要稍微回去补血这样子，反正就是不能这样子乱来，你知道吗？啊，我们现在吃到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啊？被电到了会死啊！被电到了会死！不要才刚开始就死掉啊！快补快补快补！哦，吃这个可以补很多血哦，咬人类可以补很多血，然后呢，金色系列的都会哦。金色的啊、哦，吃到金色的任何的生物呢，哦，都会加金币，还不错，哦，还蛮好玩的，个人觉得不错玩了，而且好像每一关，好像每一次解锁还是第二次解锁都会有一些 BOSS 级之类的。像老头解这一只的时候啊，老头正在解这一只的时候啊，我好像敌人是三只什么？三只海豚，没有开玩笑，是三只海豚，哦，然后很好笑，他们的血量很短，然后说就三只还是4只，我忘记了。然后就把他们咬死之后呢，就拿到这一只了，这样子。OK， 那我们现在想办法去撞，看一下哪个地方可以撞。靠腰又被电到，完了我要死了。啊，又有人类可以咬了，太棒了，把他咬死。哦呦，就是这里的新的区域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看地图了，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可以看地图了。之前不能看嘛，因为这是玩到后面之后有解锁地图啊。哎、欸，黄金冲刺，欸、不是黄金冲刺，冲啊冲！啊，咬了一点点。哦，啊，我们这边就要小心一点，因为这是新的区域，不知道长什么样子。然后刚刚被咬了，咬屁啊！哎、欸，那个会用我啊，先把它咬死。哦，这边也可以撞，太棒了。这边其实也蛮危险的，这边应该也可以撞吧？我觉得这应该也可以撞，而且这些鱼会咬我，这边要小心。哦，可以 ，yes， 把它撞开了。哇靠！靠，这边很凶，这边很凶，别走啊！死掉了哈！你现在到哪里？上面还有两个地方要撞，然后哇靠，其实这张图也蛮大的、欸，这张图也蛮大的、欸，没关系，慢慢来，
反正就跟着任务啊走啊走啊走。哎，别，怎么可以这么硬啊？我快死了，很危险！快！有他补血，有他补血。我要获得一个成就了。有，补血补好补满啊！我那炸弹鱼雷，这算鱼雷吗？鱼雷蛮恐怖的。跟我的同类，这是我的同类，把我同类给咬死。不行不行，你们的同类很凶残，一只一只抓出来咬。行呢，有了，解决了，咬 ，nice， 好，又获得了一个任务，任务成就，哇操嘞，哈哈哈哈，我死了，啊，没关系，下一局，来喽，所以说那地方应该撞得开吧，我觉得，哎，我们来找一下化石。尽快找到化石啊，我们就可以呢。别砍我，我们就可以召唤我们的新鲨鱼了。太棒了！来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有一个，所以来继续找。那老头呢？到时候呢，都会私底下直接解除这些成就，然后获得这些鲨鱼，因为这些成就其实还蛮耗时间的。啊，这个我就不录了，好不好？录下来真是太冗长了。啊，直接给你们看鲨鱼比较快。啊、我现在可以把这個给吃掉，我蛮屌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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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哦，这边一个，哎呀，水哦，哦，这边好多好多。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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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都直接咬好猛啊！咬屁咬，金币鲨鱼嫩，哇，那只我还是不能吃，直接被它这样插到。这个螃蟹我也不能吃，体型太大只了。干什么东西？打架吗？我去看一下上面好了。我有预感上面也应该也会有化石吧，我猜的。嗯，找到瓶中的讯息。哦，这个是另外的额外任务，我们找一下瓶中讯息。Oh my god， 很凶。通常瓶中讯息，我觉得都会在岸上，我是觉得都会在岸上啊。Sure。喂，你好。嘿，给亏吗？啊，不理我，可恶！林北快死掉了，邀你来补血吧。啊 ！Nice， 这边没有。所以我说瓶中信呢，我要拿到，我要获得的道具真的好多、哦。瓶中信之外，啊，哎呦，那个会出。瓶中信之外呢，还要拿到化石，到底在哪里啊？这里应该是不会有了，可能在这边吧。来，把你弹咬爆，这下面慢点啊！救援任务击败哥布林帮，下面。又是海豚公子，这跟我之前解这只鲨鱼的时候拿到的东西是一样的。海豚公子是吧？好，我就帮你找找看海豚公子在哪里。然后他们叫哥布林帮，击退了会拿新的鲨鱼，是不是？好，我试试看。哥尽量好吗？哥尽量好不好？通常那种帮派都是在下游。啊，以我的经验来看，完了，我被冲走了，不是现在，在哪里啊？无敌，我是没看见呢、啊，我吃到什么？呀呼，呀呼，哇，这是什么物件？唔知。继续，能往前就往前。
哦，找到了，这就是我们的海豚鱼帮里面的，哇痛！来呀、啊，来呀、啊！我靠，我靠，我靠，我靠！这鲨鱼很硬哦。哦，把它咬掉，看可以拿到什么。我还没看到下面那个铁笼里面是什么东西，蛮好奇的，蛮好奇的。不要你咬我咬，好不好？四象点，要解决了。这什么？哇，一只鲨鱼。可是那只鲨鱼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没关系，这边要三只，这边三只把它解决掉就结束了。然后我拿到一个化石，爽歪歪。所以我们刚刚有捡到瓶中信哦，原来如此。摧毁笼子去 ，Oh yeah，Come on， 啊会死！哎呀，我没看到那里有水母啊 ，What the fuck？鱿鱼可以克吗？不行，它太大只了，我克不到。噔噔噔噔噔，根本没屁用，我还觉得没了。找到了，找到了。该死！哎、哦欸，干嘛？干什么？干什么？想要阻止我的计划吗？门都没有哈、啊，你们门都没有。哎、欸，该死，该死！那撞撞。我靠！我还被炸到是哪招啊？这什么？解开了这只鲨鱼。我怎么觉得这只鲨鱼有跟没有一样啊？我真心觉得有跟没有一样哎、欸，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好像它是第一只鼠鲨的样子，我感觉啦，好像是鼠鲨哎。啊，没关系啊，把这只鲨解除了，我们大家可以来用看看，好不好？我们大家可以来用看看，你咬屁咬哦！我撞，这边需要更大的鲨鱼。哇塞，你有没有看到这种 gank？ 刺到我之后去撞到那个地雷。Oh my god！ 我还两个化石没拿到啊，没关系。哦，是这一只啊、哦，公牛鲨。哎呦呀，可是这只我们还没入手呢。OK。都装备的差不多了，不过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这一集哈。下一集呢，我们来使用公牛鲨来玩看看。那至于前面这一只呢，啊，长尾鲨，哦，我们到时候再想办法把它解锁，好不好？我们下一集就先公牛鲨，公牛鲨之后再回头玩一下长尾，好不好？那么今天先到这里结束啦。如果喜欢我的片呢，记得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快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啊，饥饿鲨世界再见面了，拜拜。